看十六观经释帖数，在八十五页，八十五页。好，那么在2021跟2022的交接呢，我们正好是从这个西方三圣开始哈，相信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兆头啊哈，又修学到这个西方三圣啊，十六观经十六观的啊第九观啊，第九观真身观啊。好，那么这第九观真身观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慈想诚以次当更观无量寿佛身相光明。阿难当知，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佛身高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眉间白毫右旋婉转，如5须弥山。那么这第九观真身观呢，也就是要来观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啊。那么阿弥陀佛的报身真身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大，非常非常的高大，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光明啊。那他先讲他的光明啊，他说他的身相光明呢，像这个百千万亿夜摩天啊，因为这个夜摩天呢，可以讲在诸天当中呢，算是最绚丽的了，就是它是最好看的地方，也是最享受的地方啊，在夜摩天，所以呢，它是用它这个夜摩天，那百千万亿就是它的这个倍数的意思，它的这种这种庄严性，这种光亮性啊，这种绚烂性啊，它的假设夜摩天它有一的话，它就有百千万亿的这样的一种阎浮檀金色啊。那阎浮檀金呢，它就是一种金啊，算是最高等级的一种金啊。那又是在夜摩天里头那所以它这个阎浮檀金就是可以讲夜摩天的阎浮檀金是最好看最好看的那它的金色也是最光明最殊胜的一种金色。但是阿弥陀佛呢，又比这个夜摩天的阎浮檀金色好了这个百千万亿倍百千万亿倍，所以就是他的那个身金色他非常非常的这个我们没办法形容，只能说庄严的好，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我们在打佛三佛七呢一开始念这个赞佛偈你看他阿弥陀佛什么身金色他就是在讲这个地方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这个光明嘛无等伦无以伦比的他的光明他的是没有其他的光明可以跟阿弥陀佛来相比的那他身高呢他的身高有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之前我们在讲宝树观的时候有稍微比较了一下
我们也复习一下这个宝树观啊，在前面呢啊，宝树是差八千由选啊，八千由选如果不要来跟阿弥陀佛的身高比的时候呢，八千由选已经很高很高了哦，八千由旬的数，但是这八千由旬的数放到阿弥陀佛的身边的话，那就像一只小蚂蚁喽。啊、哦，你看八千由旬，这个实在是不成比例的啊、哦，实在是不成比例啊、哦。因为八千连他的那个，六十万都不到啊，六十万都不到，亿都不要讲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宝树观啊，大家复习一下宝树观啊。宝树观在第四观这里啊，68页，68页的经文。啊，经文的第二行，你看这个宝树呢，一树高八千由旬啊，啊，八千由旬，那八千由旬跟这个六十万亿，啊，那个那由他跟这个恒河沙都先不要讲，光六十亿也高他很多了，啊，所以这是极不成比例啊，极不成比例。啊，不过这边呢。我觉得除了在相上的一种极度的不成比例呢，我是觉得是说，他从某个角度呢，也有一点点要，就是你要放下这个相的分别啊，也就是说，这种相的比例已经根本不成比例的时候，那意思就是，那就是不要再比了。不要再比的意思就是也不要再分别了啊，因为所有的比较是必须分别嘛，才有比较，对不对？有分别才有比较，哦，这个大这个小，所以八千由旬的数如果拿到我们现在说佛事业，那也是这个哦，这个对我们来讲那也是不成比例啊，哦，对我们现在的人，哎，给你两米好了啊。两米的身高，那我们两米的身高在八千由旬的这高度来讲，那也是不成比例啊。所以这个大小呢，当我们去看这个大小啊，一方面是说啊，他没有说他非常的高大啊，可是如果他还停留在向上的时候呢，哦，那其实它有向，就它可以比人家大，它也就可以比人家小了，因为只要有向嘛，对不对？只要有向，因为大小是相对的嘛，就好像八千由旬的数，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高大，可是它对阿弥陀佛来讲，啊，却是奇小无比。那么阿弥陀佛虽然很高了，可是说对法界来讲，啊，所以最后如果要怎么样真正来形容说明阿弥陀佛他的身相，啊，那可能就是叫做法界藏身，这样是比较彻底的说明阿弥陀佛的身到底是什么身。当然法界上身其实它也就是成为法身，哦，那法身但是 无相而能够现一切相，哦，无相而现一切相，这是法身，哦，好，所以这个由于这个大小是极不，我们如果说用我们的分别心来讲，这是已经极不对称的，极不对称啊！即使跟观音菩萨比起来呢，你看我们一般，这个去到寺庙的三圣，
不管是娑婆三圣、西方三圣，啊，我们都会说啊，中间的佛高一点，菩萨低一点，但是也不会低到好几倍吧，啊，不会低到好几倍。那但是如果这边你来看的话，啊，观音菩萨呢，在八十八页，他在讲观音菩萨的身相。观音菩萨的身相是80万亿那由他有选，那足足就差了三个字，叫做恒河沙。啊，那个60跟80，我们不要去看的话，啊，60跟80这个差距不大的啊，就算他差一个那由他，差一个恒河沙倍数，也就是。观音菩萨如果是一，啊，那么阿弥陀佛是，啊，如果你真的要计较，那就0.7级啊，啊，0.7级的恒河沙。那恒河沙是多少呢？恒河沙，啊，这个它有分上数、中数了，啊，那就是如果以中数来讲，那也有10的52次方了，啊，10的52次方。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身相是，观音菩萨身相的10的52次方倍左右，啊，如果说我们为了那0.8，我们就说10的50次方好了，10的50次方，这还是不成比例啊。这个大殿，如果要真的要做一个大殿来供奉这样的一种比例的话，我们就用比例来讲，那还是不成比例，根本你这个西方三圣摆在这个大殿里头，什么都看不见，就只有看到阿弥陀佛。其实，如果按照这16观经的这个描述啊，真的，如果说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那个感觉是这样子哦，就是你基本上，你放眼看下去什么都看不到，只有看到什么？就看到阿弥陀佛，放眼下去，除非你开始去所谓的围观，啊，除非你开始去围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新善寺的大殿，那佛桌上面，你现在看哦，这个是你举目能看的，但是上面可能有好多小蚂蚁在爬，对不对？你没有围观的去看的话，你根本看不到说，哦，这个佛桌上面除了有这个三宝佛还有几尊观音菩萨，另外还有更小的啊这些啊小蚂蚁啦，还是什么啊？除非你开始很围观的去看它。那么极乐世界，如果按照我们16观经的描述的话，那就是像这个情形。你放眼看下去，那就是根本就只有一尊啊，超大的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没看到。除非你很围观，而且围到微乎其微了。你看，就光是你要找观世音菩萨就好了，啊，那个放大镜要放大10的50次方倍，啊，你才开始看到观世音菩萨了。哦，就是10的50次方倍，哦，你现在可以说看到这个，一般肉眼可以看到1公尺，那它要缩小10的50次方之一才看得到，说也是这肉眼看到的这么大，哦，那是叫微乎其微的微，然后你终于看到观世音菩萨，哦，才又看到了，这个七宝行树。那从这个身相来看，呢，哦，真的我们可以说，这真的叫主庄严啊，主跟伴，啊，就是而且他这个主是强而有力，根本几乎叫做横扫一切的主啊，横扫一切的主，哦，太强了，这个主太强啊，阿弥陀佛太强。太强大了，啊，只能那么讲。
好，那当然这是我们凡夫从经文的这个数量上啊，去想象去推演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好，我们相信佛语，好，就是那阿弥陀佛会在极乐世界这么大的身相，一定有他很深的用意啊。你看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他就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比较跟如果按照经文来讲，他是有高大一点，比一般人高大一点，但是没有高大到说这个已经有点就是很难想象的这种差距啊。那比我们高大，一般人高大，可是基本上不会说就是有点好像在我们来讲已经算是离谱的这种高大吧那这有一个好处啊，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你到了极乐世界，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就是看到阿弥陀佛，除非你开始围观，然后你就算围观，你也可以感受到说佛就一直在我们的，一直在看着我们，因为他这么的大，这么看着我们，对不对？所以说自然念佛念法念身啊，就是说这么高大的一个摄受啊，正好新闻前几天讲到这个龙门石窟嘛龙门石窟是我们善导大师他建造那么这个龙门石窟的这个毗卢遮那佛像真的是很庄严我亲自去到那边朝拜过那那个好就是好几丈的这个大佛，真的我们在那种大佛面前，真的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那种渺小而且那种色受就是你根本就不太敢乱动，很自然的你像我们现在青山寺要请千手观音，它四米高四米多，那也是不小了也是不小了那我们现在挂的画像是正好三米乘三米，它真正的圆大小是有到四米多，所以稍微再大一点那当你在这样比较大的佛像面前，你自然有一种被摄受的感觉，你身体不敢乱，你的心也不敢乱动，因为你感觉到说简单讲是一个庞然大物看着你一个庞然大物看着你，你就不敢轻举妄动那所以我想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这么的大，这个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摄受。所以为什么说你看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极容易放纵我们的业，极容易放纵我们的习气，因为没东西收摄我们所以我就什么习气发作，我就顺着让它发作。可是当有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它其实我们的烦恼都没有断，可是却不会发作烦恼完全没有断，可是却如果从这个身相来讲，我会觉得说那当然是不会发作了我就回想一下说我从其实中国大陆除了有龙岗石窟这个云冈石窟也是很有名龙门石窟还有像这次后来我们去与重庆去参访峨眉山，它旁边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大足石窟大足石刻那里头有也是有个千手观音，那个中共他花了多少亿人民币修复的那也是非常庄严那也是就是说你
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佛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身心都不敢妄动了，啊，不敢妄动。所以，那到了极乐世界，这么大的这个一尊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啊，那自然烦恼习气就是自然收摄起来，不可能有妄想起来，不可能有妄念起来，啊，好，你想象说这个好像有几千万只的那个监视器，一直照着我们，对不对？啊，然后一直投射在所有人的比那个手机上，所有人都可以看着你，那你绝对是中规中矩，什么都不敢乱来，对不对？啊，有几千万只的这个投影啊，你的表情，你的你一点点的皱眉头还是怎么样，都可以让全世界的人当下就可以看清楚你，啊，你一定是不敢乱来的，啊，有一点点像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他这个身像呢，我觉得，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可以让凡夫这种完全没有断烦恼的人到那边完全都不会再起心动念，我觉得这个跟他的身相可能有一个极大的关系，极大的关系。所以他这么的大，哦，这么大，哦，好，再来，眉间白毫右旋婉转，如五须弥山，哦，再来就是我们唱佛偈唱的白毫婉转五须弥啊，哦，没，五个须弥山那么高，哦，那么它的这个白毫啊的高度呢，就像五座的须弥山那么高，这个其实配它的这么大的身像也是刚刚好而已啊，哦，配它的身像刚刚好而已，哦，五座须弥山是它的白毫的这个高度。哦，那白毫呢，就是在我们眉间那一点点这样子嘛，哦，那可是它却是有五座须弥山那么高，哦，那就因为它的身量是太大了，哦，好，所以白毫婉转五须弥，哦，干木成金四大海，哦，佛眼如四大海水，哦，那就是因为干青色嘛。哦，佛的眼睛呢是这个干木，哦，就是就像大海水一样的这个颜色，哦，所以那清白分明，哦，清白分明，哦，有清有白，哦，这个非常的清楚，哦，这个佛的眼睛，哦，也是非常大，哦，像这四大海水的这种干青色，神出毛孔，眼出光明，如五须弥山。哦，那他的身体有这个毛孔啊，啊，哦，都放光。哦，他一个毛孔也像须弥山那么大，哦，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哦，就是说，你应该可以这么讲，你从他一个毛孔看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了。啊，你可以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它是这个一个毛孔，啊，也有非常的大，啊，而且放光。彼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于圆光中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众多无量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好，这就我们在佛经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一讲到这段经文，我们就要了解，可以去体会一下。你看，我们这古德造这个诗句啊，哎，真是厉害啊，哦！短短这几句，就把整个真身观
十六观经的真身观完整的勾勒出来了，所以，除了战国技术，在战国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在带我们来稍微熏习一下十六观经的这个真身观了，光中化佛无数义，化菩萨中亦无边，所以。阿弥陀佛的圆光呢？他的圆光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啦，那也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化佛，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那每个化佛呢，一尊佛，一尊化佛又有非常多的菩萨来做他的侍者，所以这个。等于说你如果要去观想的时候，这个如果要修观的话，就要这样的去观了，我是不晓得这个新维的资料是看到说他年轻的时候他修观经的，对不对？他是修到前十三观都成就的，是这样记载吗？还是怎么样？我是不晓得，没有细节了，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师父是道绰法师，对不对？道绰大师对他是非常恭敬，就是什么事情，他自己有人往生，还要去请教善导和尚。比如说我这个师父，哎，我那么往生，新维我那么往生啊，新维我那么往生，所以说那你看那是，所以。我再猜想，有可能他真的是所有的定是完全成就了，而且因为他师父我印象没做什么事情，他就专讲十六观经，不是吗？道绰大师讲了两百多次的，我们现在一猜没久，两百多次，你看这是，如果说讲三十年两百多次，只有三十年一年讲个五次，就150次嘛，对不对？平均可能就是一年他讲个五六次左右，对，这我们在猜啦，所以我在猜想，为什么？道绰大师他可以，虽然善导是来跟他学法的，算是他的学生啊，算是他弟子，他不是跟他出家，他是说这个人在讲十六观经啊，我还要去跟他学，当然他的这个也，我想他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跟他好好学观经？有可能就是他已经有相当的正劲了，有很多的正量，但是经文是这样看，但是他毕竟不是十六观经的专家了。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他有看到那个变相图嘛，他就很喜欢，然后就开始可能也有接触到一些十六观。他怎么修怎么修，他或许已经有相当的正量的境界了，但是他毕竟他不是十六观经的专家权威，所以这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当我修了十六观经，就好像是不是真的我已经达到经文所讲的，那我当然是要去找一个什么，找一个专家来印证嘛，是不是这样子？那由于他就去找了我们道绰大师来印证，所以一印证之下，哇，道绰大师就不得了啊！我研究了半天，这个年轻人，他们两个好像也差了好几十岁哦，差了好几十岁，所以我研究了半天，还是在解啊。那或许有一些体会，有一些什么，但是哇，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啊！
它全部是正量型的。所以，哦，你看会，你看他就是说啊，他能不能往生？他不是问师父，是问他学生，通常是哦，弟子能不能往生问师父，通常是这样子比较多，不是他是老师去问学生，哎，我这样能不能往生？那学生还要指点他说，老师你过去哈有几条罪还没有忏，如果这三条罪忏了，就没问题。所以，我想应该就是一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啊，哈、哦、啊，我们再猜测，就是说，在经文的讲说、体会、解读上面，没有说道绰大师是可以讲在当时是十六观经，就是算是也是他弘扬出来了，好、哦，可是，在正量上面呢，那应该有可能，就我们善导和尚他真的是让一个研究专门研究十六观经的人对他算是五体投地了，那就是他的正量。不然他才讲了200多遍的十六观经，为什么对一个年轻的和尚这么的幸福啊？啊，原来这个人他十六观经他是真的称道了。哦，所以哈、哦，我觉得说善导大师他应该是有这身观，他是有是可能真的他是有正道，啊、哦，所以他包括像是说啊有维系的三条罪，道绰大师有维系的三条罪，啊、哦，这个一般人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师父那个时候可能在盖房子的时候怎么样，他弄到。弄死了一些小虫，啊，啊，这个会有一点障碍。这个、一般是可能不会知道这么小的细节，善导大师他都可以知道。哦，这真是，哦，真是不得了，真是不得了啊、哦！好，所以我们是可以啊、应该可以相信说。是有人可以证到这样的境界，善导大师就是其一啦、啊哦，这样的一个真身，哦哦、所以他为什么他在造佛像来讲，他不是只造这个龙门石窟的这个毗卢遮那佛，他也造了很多的佛像，哦、而且他是有按照经文的、啊，按照经文的这些。哦，说法，所以由于他有正量，因为有正量，简单讲就我真的看过这个人啊，对不对？我真的看过佛，所以那造起来自然容易写真嘛。比如说我从来没看过某人，然后就凭着新闻跟我讲说，哎，张三是长什么样的啊？那我就想象按照他的口述，啊、哦，这有点像是不像那个在抓犯人一样啊、哦？那个。就是以前就是哎啊，就是去问那个见看到的画，哎也可以画出有点像哎，啊就凭着画出来哎，这样就还真的哎抓得到的，好、啊。那但是跟真正看到本人而去作画，啊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哈、啊。所以为什么善导大师他所造所兼造？设计的佛像，我们可以说它特别的、哦、有它的摄受力啊、哦，这就跟他真正见到佛，我想也是有关系的啊、哦，也是有关系，真正亲见佛应该是有关系啊、哦，所以自然他在造像上面啊、会有他的一个相当的。与众不同的地位啦、啊，就是在造像方面，啊，以前是没有注意到，是透过这次，那这次又再重新把我们祖师，哦，这真的是很难得了哈，因为很多，透过这样讲，我们才知道这些祖师他们彼此的关联性，然后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会慢慢更厘清啊，这真是，啊，这也是托菩萨。
护念哦，能够做这样的修学。好，那所以说呢，这个光中化佛无数义，化菩萨中亦无边。好，那再来，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好，一般来讲呢，我们是说三十二相。好，那这边特别讲到了啊，八万四千相啊，那一相又有八万四千好啊。一般我们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相跟好，通常一般啊是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因为它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高大，所以很多的相跟好，它可以更，应该我跟你讲，更细腻化了，哦，更细腻化，哦，这它的八万四千相，一一相有八万四千好，然后一好中又有八万四千光明，哦，八万四的三次方，八万四千是三次方的这种光明，那会讲八万四千光明，就是每一个光明它会有不同啊，否则那就是只是一种光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它就是有不同的光，或者不同感受的光，好，那每一个光呢都遍照十方念佛众生，那我想就是不同的光是摄受不同的众生，好，最简单，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红色，有的人喜欢黄色啊，这个是从最简单的这种颜色啊，那光除了颜色以外呢，它其实也是一种磁场啊，啊，它也是一种电磁波，就是一种波。那有些人他的身体或他的心可能在某样的一种波段，他会感受到比较舒服啊，或者譬如说，哎，某一些人有病，那他适合照一些什么样的光？啊，或者他有什么样的烦恼，适合用什么光啊来去转化他的这种烦恼啊？好，这个就是光了啊。至于为什么都照这个念佛众生呢？哎，我们上大师也有去说明了啊。那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明天我们再来说明说，你特别注意到说，他所有的光明呢，他是讲说什么？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哎，不是所有众生，是特别照了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啊。至于为什么只照念佛众生呢？啊，善导大师有说明啊。那我们就明天啊再来看说为什么他特别讲到这些光是特别照念佛众生啊。譬如说我们现在刚才在念佛，哎，这阿弥陀佛的光就在照我们。那如果你没有念佛，我们不敢说没照，就是有可能就没有特别照，或者其实是有照，但是你没有感应到这样子。好，那我们时间到就直接回向啊。